七栋建筑物。在众人的见证下，台湾观光学院董事长陈文贵把376间教室跟宿舍钥匙交给空中大学校长陈松柏，象征校产捐赠与交接。公开征求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国立空中大学，一个是花莲县的县政府。我们董事会里面开会以后决议，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空中大学，它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是教育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教育的环境可以在这里可以有所发挥。台观学院土地面积13.8公顷，共有7栋校舍建筑物，总价值至少5亿元。未来将会转型以终身学习产学计划推广教育为重点，并且有校级的经营管理部，不会有专任教师员额。一部分是空大自己要办推广教育、办产学计划，那有一些所谓场地出租，当然就是属于产学合作。简单讲，就是还是整个校产还是办理教育文化研习的活动。教育部指出，台观学院虽然在退场条例实施前停办，但仍是依照退场条例规定办理，包括停办前重组董事会、教职员照年资发给之前费或是慰助金，学生部分则是协助安置到其他学校。在这个整个清算的过程中，我们教育部透过我们私校的这个退场基金来给学校不足的经费做垫付，那学校也透过相关的这个部分资产的一个处分来后来来归还了这个教育部的垫付款。此外，目前教育部也正在办理亚太跟永达两所技术学院的退场程序，将会参考台观学院退场经验办理。而台观学院也是国内首例完成解散清算的学校财团法人，未来也将会斥资上亿元的经费进行软硬体改造工程。原视新闻摘要，华林受封采访报道。